啊，找着个拘留，啊，我叫李德石，啊，我让总的大一统那个这把我抓住了，啊，都别领我去，别出门了啊，都在家啊。哪庄的？哪庄的？石家庄的。知道吗？石边，报我石边。啊，我叫李德石，我就让总的大有去了，大一统那个把我逮住了，啊，什么？你在纪检门口也得戴个口罩是吧？不是，我给你戴一个。嗯，你在纪检门口也得戴个口罩。我啊，我不能出门。你出门也不管，也必须戴口罩。